明崇祯17年3月，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明王朝宣告结束。43天后，北京悬为入关的清军攻陷。同年5月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，改号弘光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南明时期。腐朽的南明朝廷不理朝政，沉溺声色，致使国势颓败，民生凋敝。在此危亡之际，江南的文人们议论国政，抨击时弊，以图挽救社稷，抗击清军。他们影响了一些不甘沉沦的秦淮歌女，这就引出了一段关于明末大儒钱谦益与秦淮歌女柳如是的历史传奇。请问哦，客官请，柳如是住在这儿吗？柳如是，不知道。哦，他常住画舫，来去无踪啊。娘，娘，怎么抢人呢？抓他！怎么？你们不能抓他呀！不是抢人吗？这是中山王徐达之后，当朝的徐大公子，谁人敢惹啊？哼，江山就是败在这帮人手里。就是。柳如是色艺双绝，为金陵八艳之一，秦淮河无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只是去年得罪了徐公子，已隐迹多时喽。哎，今日秦淮歌妓在半月轩有一聚会，你可去探问探问呐、啊。啊、哦，谢谢先生。啊，谢谢啊。如今兵荒马乱，姐妹们相聚一回不容易，独独就缺了如是姐姐。是啊，我很快就要离开金陵了。真想和如是姐姐再能聚一聚。就是，这个柳如是离开秦淮一年多了，连封信也没有。哎，真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。听说柳如是去了江北，
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哎，来了，姑娘们，来来来，大家趁热来尝尝我店里的名菜金陵烧鸭啊。太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不去管它，我们高兴起来了。好，来来哟，真香啊。少公子，少公子，别坐在那儿，快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是啊，快来吧。认为好了好了，不要谈国事了。啊，乔公子、少公子，最近梅娘学了首新曲，你们要听吗？我哪有心思听曲子呀？哎，乔公子，你不要听，我要听啊。梅娘，唱。醉生梦死啊。清兵入关，铁骑所向，千里狼烟，万民涂炭，不久就要挥师直下，一马长江。今日你我欢聚，不知明日何时身首异处。你这个傻公子，刚灌了一点黄汤就耍起酒疯来了，堂堂七尺男子汉就知道哭天抹泪的。你看看葛嫩娘，区区一风尘女子，尚知道投军从戎，报效国家。嫩娘，今天是送你上扬州，亮亮你的剑术，让这些书呆子们开开眼。如此献丑了。嫩娘，你的剑术真不错呀。看把他吓的。喝点吧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你是黄大爷不认识我了。哦，原来是你呀。快上楼，他们怕你都怕坏了。请姑娘们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谁？如是，如是姐姐，如是姐姐，如是，这是如是姐姐。你这个鬼丫头，你这么一打扮，走到街上，
我们都要认不得你了，可不是吗？是吗？是啊，大家都好吗？我们还是老样子。这一年，你躲到哪里去了？如是姐姐，你把我们都想坏了。那娘妹妹，我也非常思念你们呐。这几天，我做梦都梦见你。我这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够相逢啊，姐姐。那娘妹妹，你去从军，是我们青楼的一件大喜事。姐姐祝你马到成功，为国峥嵘。红杏，小姐，这里是我的一些珠宝首饰，约值数千金，聊表寸心，老妹妹待使阁部收下。姐姐，我待前方将士谢谢了。现在嫩娘代表我们众姐妹与清兵决战，谁说青楼无须眉，嫩娘就是个女中英豪。是啊是啊。请请。哎，壮士，你找谁？柳如是。请请请请啊，请问各位，柳如是在否？你是何人？找他何事？在下孙克贤，有要事找他。他不在。是请留步，请你把剑给我看看。子龙，子龙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是，你就是柳如是，叫我好找啊。壮士，乱三风不三风，去容不一恶踪，今为西相逢，不去容不一少爷，柳如是的船到了半月仙了。人呢？人已离船而去。有船必有人，吩咐下去，给我四处打探。是。清军为何要抓柳小姐呢？啊，去年我们到徐府唱堂会，徐清军欲行非礼，如是姐姐性情刚烈，砸了他的祖传之宝，故而到处抓他。哎，别再说那徐清军了，扫了我们大家的兴。来来，啊，好。孙壮士，请你说说陈子龙的事儿。他一去三年，音信全无。边关失守，江淮吃紧，莫非他又投使阁部了？姐姐，这回我到了扬州，非要狠狠地骂他。
叫壮士带回七星宝剑，莫非他有悔婚之意？不不，他绝无悔婚之意。他，哎，真是个闷葫芦，三棍打不出一个屁。你快说呀！他，那他一定身陷囹圄。如是，情愿等他一辈子。柳小姐，子龙大哥已经为国捐躯了。妹妹，柳小姐，柳小姐，子龙大哥嘱咐，请保重贵体，切莫苦守，另找个如意郎君吧。柳小姐，这是子龙大哥给常熟钱谦益的亲笔信，请柳小姐务必交给他。他是东陵魁首，让他出山是众望所归呀、啊、如此江山有望，社稷有望，黎民百姓亦可免遭涂炭呐、啊、子龙、
丽金姐，我看如是姐这几年里四处颠簸，这次又伤心过甚，看来身体需在你处将养才是啊。是啊，不过你也知道如是性格倔强，子龙的事他是一刻也放不下的，我看他在这儿待不长。唉，如是真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。红杏，如是刚睡着，小心别吵醒了他。哎，哦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小姐，快喝药吧。小姐，你找什么？子龙给钱大人的信呢？啊，你等一下。小姐，昨天半夜你看过信以后，我已经把你收起来了。老人家，请收下。公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家老爷自从退隐以来，从不会客。我家小姐，我家少爷可有国家大事找钱大人，耽误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那老爷更不见了，他决意官场多年了，两位请回吧。哎，你知道柳如是吗？柳如是啊，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钱大人了。哎，公子，请在花名册上留个名吧。钱总，有唐报吗？没有，老爷。有没有信件呢？没有。老爷，是才有位少年来拜访，给我挡了回去。他没有留名，只提了首诗。哦，诗？啊，老爷，你看。西陵月照紫兰丛，杨柳丝多带好风。一树红梨更惆怅，分明遮向画楼中。柳如是，
小姐，老公公来问是否开船。告诉他老人家，船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不走了。小姐，我们等不到钱大人，何必还留在此地呢？我等他三日。是钱先生来了。何东君，何东君。在下柳如是，请问先生，我不是常熟钱谦益？正是老朽，不知何东君大驾光临，特来负荆请罪。岂敢岂敢，先生乃一代宗师。小姐，和钱先生船上船下的，客套什么呀？钱先生，请上船吧。好。先生，小姐，请用茶吧。何东君风流儒雅，名不虚传呐。先生的初学集我正在拜读，得意非浅。不才拙作，有无讳目，不值一看，不值一看。子龙德，格国师，笑卧沙场，名垂青史，死得其所。木斋与子龙君交易甚厚，知之甚多，期望也高。大明要中兴，非用他不可，谁知他英年早亡。子龙生前只推崇施可法和钱先生，他在临死前还拖延要先生出山救国救民。收集是专宝，一日
心，真美仕途多险阻，人将豪情付诗文，天下大事由他去。一片赤诚，木斋不惜以命也当报效国家，只是遂将垂暮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钱先生，何东君，容我再思。信，这宝剑原是先生的祖传之宝，三年前赠子龙携带从军，如今子龙死了，这宝剑理应物归原主。子龙已死，你就留作纪念吧。我是一个弱智女人，要剑何用？何东君，何东君，此去何处啊？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何东君，小姐，何东君，好烫啊！何东君，你不能再走了，在我山庄调养身体要紧呢。来，红星，红星，醒醒！啊，是钱先生。嘘，来。红星，小姐好些了吗？吃了先生送来的药，好些了。啊，这就好了。我又让钱宗给小姐去名医处配了几帖药。谢谢先生，我这就去取。好。
钱先生，你笑话我吧。钱先生，你的用心我都明白。小刀不见外，越过越离，几人
东君身为女子尚有如此情怀，木斋我还有何词可辩呢？只是目前朝廷动向不明，首辅马士英又是一手遮天，纵有建功之意，恐怕报国无门呐。近来民谣四起，说是大明要兴，武举史可法，文举钱穆斋，呼声日渐高涨，先生东山再起，想必指日可待。东山再起，学生跪请先生出山。起来起来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先生不出，学生长跪不起。你快起来吧，出山一事容老夫斟酌。你答应了？真是个孩子。先生，你爱听什么曲子？弹你爱弹的，唱你爱唱的。是你的诗，你的曲。不知何东君一去，何时才能重逢？大千世界无遮无拦，何时想来，何时便来。半夜堂的大门一直向你敞开着，何时倦了、累了、病了，你就回来吧。啊，是，先生。孤身一人，凡事自己珍重，有事无事捎封信来。先生，出山一事，此事老夫绝不失信，在何时失机，老夫自当有所作为。先生，学生告辞了。等一等，这是子龙的遗物，还是归你保存吧。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茫茫中华自有挂剑之人。你
就放心去吧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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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